韩国当红女团 BLACKPINK 深受各地的粉丝喜爱，不过在今年 BLACKPINK 和 YG 娱乐合约即将到期，因此从年初就有媒体和网友不断猜测四人是否续约，如今却传出只是 LOJ 续约，其他成员可能离开的消息。微博今天传出消息指 Jennie 已经选择不和 YG 娱乐续约，完成北美巡唱后便会正式宣布消息。另外有传基手也选择不续约，并转投另一间经理人公司，而 Lisa 则和 YG 娱乐谈判中，但有意离开公司。四人之中只有 Rosé 确定续约。成员之中以 Jennie 近日掀起话题最多，她于海外巡唱期间被指跳舞敷衍似划水，四月澳洲墨尔本场突然转身走下台，之后解释称身体不适，事后却被发现和工作人员一起吃火锅。有份参演的美剧的 idol 偶像漩涡，她也被嘲为最无畏角色，可谓是非不断。